2024年2月20日，多伦多华兴艺术团荣幸地邀请到正在多伦多访问的两位国内青年舞蹈家黄颖老师和刘欣老师，在艺术团万景排练教室举行了一场大师课，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刘欣老师先为同学讲授的中国舞的基本身院，然后今天特别荣幸给大家交流一下，然后我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就是中国古典舞的身韵，2、3、4、5、6、7，对，它是一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就是一种连贯的，然后有韵味的，我有软硬，就是软一些的，就同时走收眼，然后也有等搭。它是给两下，这个东西都有，但是其实古典舞用更多的就是跟太极一样，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7、8，对了，2、2、3、4、4、5、6、7，冲，在冲的时候就是旁移，抬，靠就是在2点。就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其实里面涵盖了什么戏曲还有呢大点声武术。黄颖老师就中国古典舞身韵和基本技法做了精彩生动的介绍，卷视线收沉气推的时候看眼睛，来自手眼组合啊，把眼睛戴上，放声凝神啊，凝神把眼睛睁开啊，凝住，就是舞蹈是非常需要想象的，如果你单做这个兰花手它就是个兰花手，你们现在心里想两个字，讨厌，绝对就有了啊！你看姐姐一下子就对了， OK， 好吧，好的，走，变手，慢一点宝贝们，才到拳，别着急，它有乐句的，往下。我们戏曲的艺人啊，就是那些老前辈，他们会干嘛你们知道吗？盯蜡烛，他就练那个眼睛的聚神。那其实我们古典舞也是需要的，比如说你一个亮相，他的眼睛就要聚神，对，但如果是他就是散的，对，所以这个你们手眼多去关注自己的眼睛和放神，6、7、8、1、2，对，然后往下啊，好，我就现在说啊，第一点，眼睛不可以翻白眼啊，什么意思？看啊，其实因为我们手在这个高度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头，我们也是要在这个上，你们要感觉是那上面树枝有只鸟，哎，它飞到下面去了，哎，跟着它走，不要上面有只鸟，它飞到下面去了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你的潜台词啊，要给自己啊，1、2、3、4啊，鸟在这儿了，受惊了，哎，它往那边飞了，啊，好的，3，眼睛要明确，1、6、7、8。好，宝贝们，你们眼睛不能，别晃啊！你们明明都知道在哪儿了啊，怎么还找一下呢？不用，不需要看手指，看手指的方向啊，不需要看手指，看手指会对眼啊，会对眼啊。再来一次，眼睛放神不够，再凝神，凝住了，那个点盯住了，就不能再晃了，不能再在那儿晃了啊！我要看到所有人的眼睛。5、6、7，呼吸，走，摁一下，2、3、4，别软，5、6、7、8，好一点点。然后第二点，看我们别散，所有的推是一用气推。我说过干嘛要稍微有点给点旁体，对吧？用气去推，别哎啊，对，别夹，做动作不夹，是真的推出去。你真的感觉你的指根指尖是要盯住的，眼睛盯出去的，而不是OK， 我们稍微放一下音乐啊，听一下，后背拔起来，肩膀往下压。沉，好的，有人不错啊，6、7，哎，眼睛，好的，好的小姑娘啊，沉，别玩，2、3、4、5、6，呼吸呀。不动，不着急，啊，好多了，宝贝们啊，开始越来跟音乐越来越合了。不着急，慢慢进直，吸气往上拎，沉6、7，吐气下，肚
收起来。啊，大，好的，四 A 五，哎呀呀呀呀，直升飞机来了，八 A 一，二，三，四，不错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关起来的，六七八。让着，对，所有人看你们的这个，中心到家，准备，别的话想眼睛犀利一点，眼见，吸气，沉，六，七，八，下，斜上，下，吐气，双黄手，二，三，小五花九手在上。气，右手，双山绑，摁一，不动，三，四，四拍，五，老师的讲解形象活泼，精彩实用，令同学们获益匪浅，赢得了华新师生由衷赞扬和热烈掌声。